东医院是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，对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直接威胁，是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的一大祸害，也是寄生在阿富汗机体上的一颗毒瘤。坚决反对，全力遏制，重拳打击，彻底消灭东医院，是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。中方多次就东医院问题向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明严重关切，阿塔对此是重视的，也是有郑重的承诺的。我们希望阿塔言出必行，同东医院等恐怖组织彻底切割，在境内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坚决打击，同时加强与邻国的协调合作，避免跨境外溢效应，使阿富汗不再成为恐怖势力的滋生地、庇护所和扩散源。